好，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学习《古文观止》的第30篇《子产论·以和为义》。子产还是我们上一篇的那个子产，郑国的啊。论隐和，隐和呢是个小臣啊。论这个人为义，担任封地的官员这件事情，也就是子产呢，谈论了他对于隐和担任封地的官员的这么一件事情啊。选自《左传·襄公31年》啊。我们来看文章，子皮。欲使隐和为义，这个子皮呢是当时子产之前的一个郑国的执政大臣，就是他的位置也很高的啊，他是在子产之前为政的一个大臣，他的名字呢叫韩虎，啊叫韩虎，那么隐和呢是韩虎的一个手下啊小臣啊手下，啊这个子皮呢很喜欢这个隐和，欲使隐和为义。就是子皮呢，非常想派这个隐和担任自己封地的长官啊，去当个长官。子产曰：“那么子产说什么呢？子产说：‘少就是年纪轻，未知可否。年纪轻啊，不知道能不能胜任。’那么他的子产的意思是反对的，但是说的是比较委婉。子皮曰：‘愿吾爱之。’愿是什么意思？愿是老实的意思，就是。”他说：“隐和这个人呢，又忠厚又老实，吾爱之，就是我很喜欢他。不吾叛也，不吾叛其实就是不叛吾也，不叛吾也就是他不会背叛我的。我为什么要派他去呢？是因为他老实，然后我又喜欢他，他不会背叛我。使夫往而学焉，夫呢就是他的意思，就是使这个隐和这个人怎么样，往而学焉，让他去那个地方学习学习。”夫亦欲治治矣，那么他就更加懂得治理政事了。也就是先给他实习一下，到这个地方当个这个长官啊，实习一下。子产曰：“子产说什么？不可，这样也不可，这样也不能这么办。人之爱人，求利之也。大凡呢，我们爱护一个人的时候，总希望对他有利，就是人之爱人，求利之也。就是我们喜欢一个人，总希望做事情都对他有利啊。今吾子爱人者以政，那么呢，现在您爱护一个人，却要把政事交给他，却要把政事，就是治理国家的事情交给他，犹未能操刀而食其戈也。”这就好像什么呢？就好像他还不会拿刀，你却要让他去割东西一样，其伤食多，这是非常怎么样危险的一件事情啊！对他来讲呢，会有很多的伤害。他举了个比喻，犹未能操刀而食其戈也，就是说他还不会走呢，你就让他跑了啊！所以子产认为政事呢是一件国之大事，然后要小心谨慎，他没有经验。接着，子之爱人，伤之而已，其谁敢求爱于子？您这样爱护着别人，然后只能把别人伤害了，那么还有谁来敢求得您的爱护呢？就是你会把自己喜欢的人给伤害掉。子于郑国栋也，您对于郑国来讲，就好比是国家的什么呀？栋梁，就是您是国家的栋梁，顶梁柱。栋则摧崩，摧崩啊，摧崩是栋梁折断。乌船呢，自然就会要，我船子呢，如果栋梁啊断掉了，那上面的小船子啊，自然都要崩塌。桥将压焉，这个念压啊。那么我也会被压在下面啊。如果梁断了，那么船子也就断了。船子断了呢，我也被压在下面了。敢不进言？我不能不把这些话怎么样，全部说出来。子有美金。这个时候又开始举例子了啊，子有美金呢，就是美丽的丝绸，你有一块美丽的丝绸，不使人学制焉，不使人拿它去学着怎么样，学着做衣服啊，因为我有一块很珍贵的布，你不能拿它去来学做衣服啊，大官大义，身之所辟也，就是大官当大官，然后有大的封地，那是依靠它来寄托一生的啊，寄托一生的东西，这个东西很重要，而使学者制，你却要学习政事的人去管理，就是没有经验的去管理，那么结果是什么呢？其为美金不亦多乎？岂不是替美丽的丝绸设想的比大官大义还多吗？
啊，乔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我只听说那些学习好了，然后呢，再去管理政事、治理国家，而没有听说过拿管理国家、拿治理政事去叫人学习的啊，就是搞颠倒了嘛。弱国行此，必有所害。如果你真的这样做，弱国行此，如果真的这样做，必有所害，一定会有所危害。譬如田猎，他这个时候又举了例子，比如打猎。射与惯，则能获禽啊！射与惯，只有那些惯呢，是指习惯的惯啊，通假习惯的惯。射呢是射箭，御呢是指驾车，然后只有习惯于那些射箭驾车的时候，才能打得着禽兽啊，打得着猎物。若未尝登车射御，要是从来没有上过车、射过箭、驾过车，则败绩压覆。这个还念压啊，压覆四句啊，败绩是失败的意思，那就只担心什么呀？翻车被压啊，压覆的意思就是翻车被压啊，都害怕翻车被压，何暇思祸？哪里有心思去考虑怎么去打那个野兽啊，打禽兽啊？就是说，你要是打猎的话，首先你的射箭、驾车啊，然后才可以啊，就熟练这个技术才行啊。要不然的话，你老是担心这车子会倒，你怎么去射箭啊？所以就是也一定要训练熟练，有工作经验。子皮曰："善哉。"子皮呢是一个很好的大臣，他一听就听明白了。善哉，善哉说："你说的好极了。"虎不敏，虎呢，因为他叫憨虎，憨虎，所以说呢，自己称就是我呀，不敏啊，我并不敏，就是没有才能啊，我没有才能。吾闻君子恶之大者远者啊，恶之大者远者。我听说君子务必要懂得大的事情和远的事情，小人恶之小者近者。那么小人呢，只懂得小的事情、近的事情，也就是君子呢，目光高远，而小人的目光短浅。我小人也。啊，我是一个小人，你看这个，其实这个子皮来讲啊，他是个很有胸怀的人呢、啊，他知错能改啊，而且改得特别快。衣服服在吾身，我知而慎之。衣服穿在我的身上，我知道小心爱护它。大官大义，所以披身也。大官大义是靠它来寄托一生的，我却把它怎么样？疏忽了，就是我远而慢之，我却把它疏忽了，看轻了啊。就是我只看中了自己眼前的衣服，而看清了什么呀？大官大义，微子之言，吾不知也。啊，不是你这么一说，我还不知道啊，我还不知道啊。微子之言啊，微子之言，不是你这么说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个微子之言，吾是吾没有的意思，就是没有，指的是你，没有你的这些话，我还真不能反省，我还真不知道啊。接着，他日我曰，他日什么意思呢？就是前日啊，前日我以前曾经说过，说什么呢？子为郑国，我为武家，以辟焉，其可也。就是你治理郑国，子为郑国，你治理郑国，我只管理我的家庭啊，我的家业，然后以辟焉，使我的身子，使我的一生有所寄托，其可也，也就足够了。今而后之不足啊！然后现在听了你所说的这番话之后呢，才知道这样不行。自今请随吾家，听子而行。从现在起，虽然是我的家族之事，请随吾家，虽然都是我的家族之事，听子而行，也都要听从你的意见去办。也就是说，子皮认为子产是个非常明理啊，非常明理啊，非常明理的一个人。子产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就是每个人的想法呀，人的心里的想法都是不相同的，就像每一个人的脸面也不相同一样。吾岂敢谓子面如吾面乎？我哪里敢啊？我难道认为你的脸面就像我的脸面吗？就是人跟人之间是不同的。养心所畏微，养一心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是指不过心所畏微。只不过是我心里觉得呢，你这样做很危险，亦以告也，就是如实相告罢了。子皮以为忠，那么子皮认为呢，子产非常忠诚，故伪正焉。伪呢是托付，
就是把郑国的政事就完全托付给了子产，子产是以能为郑国，所以子产因此才能够治理郑国。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于子皮的全力支持，所以子产才能够怎么样治理郑国。从这段看呢，子产和子皮啊，也是一个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啊，非常好的朋友要相互了解。我们来总结一下这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出现了几个人，也就是子产呢要阻止子皮去派尹和为这个采邑的为采邑的执行长官啊，不要任命那些完全没有政治经验的人去到自己的封地来做长官，而且子产的态度呢非常诚恳，又清新吐露，然后用浅显的比喻，那么从不同的角度来说明了道理。那么，但是呢，又碰上子皮这个人呢，又从善如流啊，从善如流，就是这是很好的一个人，听得进去别人说的话啊，从善如流。然后通过这件事情呢，子皮呢也更加信任子产啊，然后把自己手中的权力，然后托付给了子产啊，最后呢，子产执掌了郑国的这个政权啊，郑国的政权啊，这是讲到了，还是讲了子产的事情。你看我们这几篇基本都是在讲子产，所以在历史上他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啊。好，这篇呢我们就讲到这里。